什么？六贵族。来把虚空刺儿，第一个考上顶。那虚空刺儿我可太会玩了，螳螂1块钱，卡萨丁1块钱，先递螳螂，再递卡萨丁，先抢刺客转给卡萨丁，火炮无尽，我可太会玩了。的虚空刺儿，我引以为豪的阵容。完了，我的蛋。没打开呢，重新来一遍。真卡呀！到底是谁呀？肯定是他，名儿也不好好起。小英雄也是一星的，就他妈他，那个卡蛋小的。智，我是皮卡丘。收到皮卡丘。我不是一星，我只有一星。我的金克斯只有一星。啊，这全是彩儿。全是彩儿，该拿个赏金或者是卡萨丁。全彩儿绝。什么变异？简蓝变异。我们新迪迦。蓝 buff 糊泥不会玩，就会玩变异，不是变异，就会玩新迪迦。拿个梦魇儿吧，两刺客。你看。藏宝库，你看看。这个没问题。看看几块钱啊？1块、2块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女警要吗？还是要妖德尔人？要妖德尔人还是要女警呢？妖德尔人吧，吃点经济，装备不太好。我就不升了啊，这波我就不升了。没问题。我们这是寒冰博士。这都打不死吗？拿一个，省得掉血掉的太多了。你们觉得呢？还是说吃个20？哎，别使20了，又有新迪迦，又有新迪迦呗，啊，又有我为隐隐呗，又跟我玩一样的。下把我不玩了，妈了个巴！没问题。下把我不玩了，生气，一攻速也没有，瞎玩。你有攻速吗？你，啊，你有吗？你连攻速都没有，你玩什么玩？我操，这机器人临死还打死一个，加了400点血。要不要？你有吗？我马上选秀拿，他有吗？他甚至连个全套都没有。存心私利，你这能输吗？坏了。坏了，但也没有完全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再输血就有点太少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已经82了，再输下去我们有点血量顶不住了。赢了其实也是挺好的，来个攻速，谢谢蓝莲汉阿富汗的私生子。不是私生子，是粉丝儿啊，是粉丝儿，错了，还给我来了一句不用谢。
在干什么？我在玩新地交呀，我在干什么？这寒冰就二了，二的挺快呀，就是他没什么钱。我们50块钱，大剑不错，双重麻烦。这波打完，我们直接开啊，看能开出来啥。给个拳套或者大剑，全力挥锤，舒服。救赎我先给，这边无尽差个拳套，不墨迹了，下轮直接刷哈佛血量，下轮直接刷哈五新地加保血，别拉！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。日女儿，布隆。我们出发吧！没给他递光啊，这把巨杀感觉肯定是得要了，我一看这大虫子这样我就知道了，莫甘娜来一张，正好七心离家，后排之间打捞桶，加点强度。我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选的路。
巨杀给了呀，巨杀给了，无尽差的有点多呀。你们觉得呢？这个人怎么还在五级呀？他五级他在递啥呀？来把无尽，现在呢我们需要一个两星的莫甘娜，新的拉不撇了吗？不撇，为什么要撇？你这寒冰一点装备没有，你玩个屁，连个轻雨都没有，硬玩就老，你这老硬玩，也不知道玩啥，非得在这卡着那个牌呀。玩也不会玩，分也吃不到，就老硬玩。老硬玩，真的是。乐意，那你要是乐意的话，那就没办法。那都乐意了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为什么我这个莫甘娜感觉他的那个？感觉他那个救赎根本没加血呢，为什么感觉救赎根本不涨血量啊？什么原因？好弱，没办法，我莫甘娜没二，莫甘娜二了就能打。我没有直接把它全地空，全地空寒冰上山费劲了。找一张莫甘娜两星，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。林家一切的战力，
们出发吧。哎，我这听牌有点多呀，全是上听的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我需要一个伏击，谢谢高尚伟大的超级小天才。需要一个伏击，全是杰拉，没有伏击一顿控制我。没有伏击太吃控了。那寒冰单挑个一星位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剩个小破虫子，给我杀！听说你在冒火，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嗯，我允许你冒火了吗？看看同行要啥，同行要攻速，那我要一张发条吧。咋的咋整啊，来个进来个狐狸来个木龙，是不是全整个整个两星，然后来个三星杰拉，你在递什么？我在递寒冰啊，啥也不懂，别叭叭了。我新迪家吃的今儿比你头发都多，给我在这叭叭叭叭啥，你给我在这叭叭什么？那就没办法。非得递这几张二费，就非得递这几张二费，就是非得。我看看啊，这个是给钱，这个是给装备吧。等个鸡吧，啊，等个鸡。虽然我很想给这个水银，但是我决定还是等一下。万一给我个腰带，我就可以合伏击了。还在这递诺手，哎呦我的妈！还在这递寒，那这女警，你瞅瞅他，你瞅瞅他第六级。
瞎玩。不知道在这瞎玩个什么玩呢？寒冰连个屁都没有，连个青影都没有，他玩呢，玩个粑粑。这就是不看新迪加教父直播的下场，明白没？看着没？瞅着没？瞅着让我打成啥样没？瞅没瞅着？连个屁都不是，甚至连个屁都不是。打完机，我这第一波，他寒冰比你多没用啊，他没钱呢，他十块钱，他还要升女警呢，升完女警他还得升女枪，那没有装，他马上被抬走了，抬走这寒冰那都是我们的了，我们也不省，给装备吗？哎，我就知道这腰带。电刀感觉可以，圣杯有用吗？哎，别勾我，勾右边的。操，这什么站位呀？哎，不对，我记得我新杰拉是放这儿的呀，怎么变成这里了呢？这不对呀，这对吗？这不对呀。难道我记错了？我刚才是这么放的。还不死啊？那寒冰差一张。帝国高于一切。他现在卡着我牌，我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？我想等他死了，完事我赶紧上人，我赶紧等他死了，把寒冰递到山，然后我们拉营口。我现在我拉营口，一会儿我递寒冰，他就递的就费劲，知道吧？现在他什么时候死，我什么时候吃鸡。他如果这辈子也不死，那么我们就吃不着了。看他能不能赢这波，他又赢了，我操，他又他妈赢了。最后第两下如果没有寒冰，好，看来还是有啊。我们走，留个10块钱左右啊，大概留个10块钱左右。等他死，我们左上角有一个宝箱，你们可以点一下，可以领西部魔影的东西。还能领到啥？太不死。腰章布隆，我的腰全套，
有点卡位置，要张布龙嘛，正好有个鬼叔。要不然就卡位置了。这家伙，我现在差一个进一个发条，两个莫甘娜，两个寒冰，一个杰拉。哎呀，这家伙，等他死了再地。或者等我们撑不住了再递，你不等他死。他怎么能一直赢啊，这个人呢？啊，他为啥能一直赢？谁也打不过他吗？我来，没人能打得过他吗？你让我来，怎么谁也打不过呢？我操了，这帮笨逼真是笨，都给我走，都走开，我来，别给我挡道。大的辣儿，他这都能第一名，你们谁也打不过他吗？我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选的路。哎呀，看来我不治治他真是不行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看来我不治治他真是不行了，就这个质量都能连胜，我操了。给我吧，我都没拿杰拉，你在想屁吃，我还给你，给你吃粑粑，给你个粑粑，你要不要？卖落手啊，劲好拿，我不下质量都可以吧，无所谓，都一样。吃，兄弟们，啊，吃，吃，什么叫吃？给我吃！
这个金克斯确实没办法。哎，他这都能第二名吗？你们怎么谁也打不过他呀？我的天哪，我真是服了！怎么谁也打不过呀？为啥打不过他呢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人纯纯是运气好啊！就他的这个质量，基本上不太有可能能打得过别人，你知道吧？他艾瑟刚才还两星，莫甘娜连装备都没有，一个破落手，前排一个小冰心儿。咱也搞不懂为什么，就是没有人。你说你刚才这一波让我打他，是不是？你让我打他，我把他给带走了，然后我调调站位，我打他，哎，我再把他给带走，我们直接吃局。难玩呐！再来一把，有点生气。